收看这个礼拜的异想年代，我是田妮。凉亭乐夏日爵士今年风光迈向20周年，在特别制作的纪录片中，以夏日爵士为经，台湾爵士乐发展为纬，访谈跨世代的爵士乐手与相关专业人士，为乐迷介绍爵士乐在台湾的辉煌历史。爵士乐在台湾曾被官方认定为靡靡之音，还有疑似不能登上国家音乐厅的过往。晚上6:30，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凉亭院的启用仪式，在众人的注目和祝福声中正式展开。凉亭院启用时，时任团长的尤金顺老师回忆道：“音乐厅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早期音乐厅是非常排斥爵士音乐的，他认为他们是古典的圣殿。其实并没有说爵士乐不能进来，只是一般爵士乐要在音乐厅去演出的话，也许他要呈现出他的效果是比较困难的。以音乐厅来说好了，音乐厅的余响设定在2.0秒左右，这是在满席的状态之下。”那如果在空席的时候，它的余响时间达到2.5秒，那对于爵士乐这一种演出形态，需要比较清晰的声场环境，它会是比较困难。1992年，当时创团11年的底细乐团率先进入国家音乐厅演出。听到一个小女生问另外一个小女生说：“哎，今天指挥是谁啊？”她说：“还不是上次那个疯疯癫癫跳上跳下的那一个。”我说，原来我在台上是这样子。国家音乐厅对我们学音乐人来讲，当时来讲是一个最棒的一个地方，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所以能够进去绝对是我们的梦。我的目标就是设在说，我希望这辈子能够在音乐厅有个音乐，能够在那边演出的多好，就是音乐殿堂大家的理想。此后的爵士音乐迎来更多更大转变。2003年，两厅院举办第一届夏日爵士派对。当时我想说，为什么爵士音乐都要在暑假比较最冷门的档期来演出？我就想这个问题，我说可不可以试试看办一个艺术节，把几个爵士音乐聚在一起做一个表演。2003年开始，两厅院主导的夏日爵士派对开始。两厅院在每年的夏天，它变成了一个大家长，把这些人汇集在一起，然后一起去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好。夏日爵士更从起初只邀请国外爵士大师表演，到台湾爵士乐团进入。完全以美国爵士乐为准来对齐的话，这不对。可是为什么要这样比？对吧？爵士乐的精神是求异的，不是求同的。慢慢发展旅途，爵士随着台湾社会变迁逐渐改变大众印象。两厅院与全台各地相继举办爵士音乐节。音乐节其实它的愿景是跟国际接轨啊，然后交换内容。第二个就是像我讲，要让玩爵士这么辛苦的音乐家有一个上大舞台的机会。爵士乐如果强的城市，它的文化包容力一定强。也从室内走向户外。我们每一次在那个时候都是梅雨季，印象最深的就是为了要不要搭棚。每一年哦，我记得2年我都淋雨，刚刚大太阳，然后等一下突然雨就来了，就很嗨啊，很嗨，就不知道是雨还是汗，就搞不清楚。两厅院那个户外的舞台上演出其实非常爽，这样子，因为你就是那个广场其实可以装非常多人，然后其实大家出席也都很踊跃，就是观众都蛮多的。我们是四足空爵士乐团，谢谢大家。属于爵士的故事不仅回首，将继续更新。记者张奶强综合报道。而近日台海局势紧张，这2年又逢疫情影响全球，有感于此，艺术家陈金耀便将对于未来的恐惧与不安化作笔下的战争少女，借此隐喻的战争画也向台湾前辈艺术家陈进来致敬。
穿着制服的少女在蓝天之下带着枪械从天而降，这群天外飞客是善非善，画面给人充满想象。这些作品其实是艺术家陈清耀这两年在疫情下的醒思，是否全球化就此一去不复返，或者是口罩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吗？所以在这样的时空条件之下，我觉得我的作品其实是对于我针对这两年半的疫情跟一些世界大事件的一个对我们生活的一个回顾。困在岛上两年，每天望着台北天空，爱的迫降系列其实是陈清耀对于未来的恐惧与担心宣泄的出口。因为在创作之余，我最常做的事情其实是在我家的顶楼天井往露台天空看啊，那是我唯一的可以放风的事。所以在那一个小天地里面，我那时候有时候就在想象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下来拯救我们。然后那时候，所以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救世主的一个想象，把我的八的美少女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每个就是穿着那个降落伞，从上往下的一个美少女们。作品中也呼应了不只是疫情，还包括对战争的恐惧。救世主刻意是柔弱少女来呈现，给人真的能保护世人妈的疑惑。从天而降的未必是祥云救星，竟也可能是敌军病毒，也是艺术家对未来的质疑不安。用鲜艳的色彩极富张力的构图隐喻战争敌军危机，也向台湾前辈艺术家陈静致敬。一系列战争画既回溯早期台湾日治生活，也呼应现在台海局势和世界疫病生活，让人在欣赏艺术之余更多了对现世的省思。谢谢田妮和乃强整理报道。文具控千万不要错过了，家具选品店以探索星球为主题，带来法国潮流文具，还有知名的荷兰文具设计品牌和大家见面。不只有充满浓厚优雅气息的法式美学风格，还有许多别出心裁的巧妙设计了。以探索星球为主题，欧洲文具展带来了在巴黎马黑区知名品牌，有大胆缤纷的色彩和立体几何图形为特色。另外也有荷兰设计师品牌，优雅的莫兰迪色都让人爱不释手，还有文具跟壁纸出名的法国品牌，各式花草童趣图案让人爱不忍释，所以文具控千万不要错过了。感谢你的收看，我是田妮，异想年代，我们下周再会。